是胡静思。当初写这首歌呢，是很随意的写。这首歌呢，是主要是讲述几个人来到新的地方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然后最后这几个人成为了好朋友。这几个人互相的鼓励对方，遇到什么挫折都会替彼此打气加油。他们在陌生的地方找到了归属感。整体来说，就是在生活里不能少了你我他。曲方面呢，最初的概念是比较轻快的。当你们遇到困难挫折时，或是觉得沮丧的时候，不妨听听这首歌，希望这首歌会带给你们愉快的心情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。